第659集，九龙火罩与杀生剑。北风此时总算是明白，系统为何会这么大方了。感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。最重要的是诱惑。以前垂钓全靠运气，垂钓到什么物品，自己也不一定知道。而现在却可以查看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物品的等级以及地理位置。在大日级物品的诱惑面前，哪怕是明知道星级、月级的物品更容易垂钓到，也会情不自禁的想去垂钓大日级的物品。很简单的道理，同样是吃饭，你是吃两个窝窝头，还是选择山珍海味呢？此时北风患得患失，理智上告诉自己，选择星级、月级、木级的物品更加的稳妥。但是却抱有幻想，说不定那两件大日级的物品更加容易垂钓到呢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哪怕是失败也是能够接受，最多不过是损失一些垂钓经验与一次垂钓机会罢了。北风咬了咬牙，做出了决定。系统，花费600万垂钓经验，我要查看两件大日级物品的基础信息。北风不再犹豫，在脑海之中默默地想到，丁，大日一级物品，九火神龙罩，采集九条蛟龙的神魂，与天上红云精打造而成，拥有强大的防御力，在千年王的手中，能够抵御疯狂强者的全力一击。修为不足以掌控九天神火罩的情况之下，每一次动用，需要消耗大量的灵晶，具体以承受攻击的强度为标准。或是等待九天神火罩自动吸收天地中的天地灵气，每次使用之后需自然吸收天地灵气半年方可动用，令攻击力达不到洞虚境界无法使用。系统的声音在北风的脑海之中响起，让北风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好家伙，感情这九天神火罩是为人民币玩家准备的，想要频繁地使用这九天神火罩，就得有钱呢，不然只能等着九天神火罩冷却半年才能够动用。北风有些怪异，说起来修行啊，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够玩得起的。穷文富武，越是修行啊，需要的资源也就越庞大。至于灵晶，这是比极品灵石还要高出一个等级的能量，极品灵石与灵晶之间的比例达到了1000:1，而且还不像是灵石之间的兑换比例一样固定。比如灵石之间的兑换比例是固定的，十块下品灵石绝对能够兑换到一块中品灵石，用十块上品灵石呢，也能够100%兑换到一块极品灵石。但灵晶就不一样了，哪怕是出到1000-2000级的极品灵石，也不一定能够兑换到一块下品的灵晶。而动用九天神火罩这样的兵器呢，不用系统详细的解释，北风也能够知道，恐怕需要的灵晶不是一个小数字。还有另外一件呢，北风此时的心里啊，都有些打鼓了。九天神火罩这样的兵器啊，恐怕是跟随在自己主人的身边，拥有这样恐怖的兵器，恐怖修为滔天，想在老虎的眼皮子底下捋虎须啊，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丁，大日三级物品杀生剑，本是一把普通的铁剑，随着银血而不断的蜕变，银百万生灵血诞生剑灵，以千万生灵血大成，以千千万生灵血脱胎换骨，至死超凡。此剑意志不坚定者不可动用，否则化身剑奴永不超生。只此剑先天可斩疯狂。系统的声音冰冷，没有感情。北风打了一个机灵，只是听着系统的介绍，北风就知道这是一柄不折不扣的邪剑。本来啊，不过是一把凡铁剑，正是随着主人不断用这一柄剑杀戮，最终让这一柄凡铁蜕变为了绝世邪兵。至于系统说的先天执剑可杀疯狂，北风直接忽略了，恐怕就是万年尊中的霸主执剑也会被奴役化身剑奴，更别提先天了。北风毫不犹豫地排除了这一柄杀生剑，固然威力惊人，
但是恐怕这一柄剑，除了它的原主人之外，任何人想要降服这一柄剑，都只有三个结果：一是被此剑奴役，化身剑奴；二是意志惊天，能够抵抗得住杀生剑的反噬；三则是直接以至强者的强硬手段，生生地降服此剑。北风自问，自己做不到，自己的意志或许在同境界之中出类拔萃，但是面对这样一把饮了无数生灵血液的剑，北风没有一丝把握能够抵抗得住杀生剑的反噬。做人最重要的是要看清自己，量力而行。北风先前之所以赌一把，是因为即使垂钓不到大日级的物品，自己也没有多大的损失。但是杀生剑不一样，碰着就死，北风自然直接把杀生剑排除了。看来要是不想只垂钓到木级的物品，就只有这九火神龙罩这一个选择了。北风自语着。北风毫不犹豫地开口：系统，我需要九龙神火罩的详细信息。丁，由于已经扣除九龙神火罩的基础信息，是以不二次收费，本次需要垂钓经验900万，是否确定支付？系统的声音传来，让北风有些诧异，但是也确定了，能省下300万垂钓经验也是好的。九龙神火罩原主人修为破碎境已陨落，现如今九龙神火罩无主，距离宿主51里外的一处洞府之中。然后呢？北风听着系统的介绍，只不过下一刻系统就没有声音了。北风不由地问了一句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系统的声音徐徐传来，一本正经：你是在逗我？就这个信息就收我900万的垂钓经验？北风傻眼了，大爷的，这就是一个坑啊，还不如方才那个基础的信息详细。宿主似乎是没有弄明白重点，系统负责统计方圆百里之内物品的等级，但并没有显示物品的所在地点。系统的语气没有任何变化，开口陈述着：我明白了，意思是我就相当于用了900万垂钓经验买了这一物品所在的地点，对吧？北风恍然大悟，如果是这样，还真的不好说自己是亏了还是赚了。毕竟方圆百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想在方圆百里之内找到一件特定的兵器，无异于大海捞针一般。而如今系统却是直接告诉自己这件兵器所在的位置，自己只需要把鱼钩移动过去，就可以100%的找到这一件兵器了。